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研究推进党的纪律教育、体育事业、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等工作。曾鹏宝带队开展教师节慰问，宣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并讲授思政课。秋台风摩羯或将登陆琼越沿海，外围环流将给汕头带来风雨影响。我市继续悬挂台风百色预警信号。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4年9月4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二。欢迎收看汕头新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今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接见第33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同时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省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巩固拓展党纪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党的纪律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有关工作。市委书记温占斌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党中央作出西部大开发重大决策的战略意图，深入参与西部大开发，更好促进我市拓展经济纵深。要积极深化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对接，加强与西部地区省市在产业科技、能源资源等领域交流合作，积极构建完善连接汕头至西部地区的运输大通道，结合“十五五”规划编制，在交通、能源、产业等领域统筹谋划一批支撑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项目。要加强与西部地区文化互动交流，进一步密切特色产品产销对接、开放平台、共享公用等经贸往来，携手西部地区实现更大发展。会议强调，要持续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优化提升体育设施配套，培育建强体育人才队伍，建立完善体育发展机制，积极引进承办各类高水平竞技体育赛事，不断扩大汕头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汕头实践提供坚实健康基础和强大精神力量。要用心用情做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持续实施小公园、顺昌街区保育活化等重点项目，加快推进樟林古港、南澳沉船遗址水下保护区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积极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深化文旅融合发展，激活历史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会议充分肯定党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市各项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强调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以及省委部署要求，善始善终抓好党纪学习教育任务落实，不断巩固拓展党纪学习教育成果，持续优化警示教育会、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等教育形式，探索经常性和集中性相结合的纪律教育机制，推动党纪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深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蝇贪蚁腐，不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科学把握、准确运用四种形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健全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激发党员干部把党纪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汕头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3号上午，市长曾丰宝带队赴广东汕头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调研学校二期工程项目建设及学校办学情况，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体教职员工以及奋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并宣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及讲授思政课。
曾凤宝一行首先来到广东汕头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二期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实地调研项目规划建设进展情况，强调要全力推进项目加快建设，发挥既有资源和政策优势，着力提升办学规模和办学水平。曾凤宝还走进学校心理健康辅导室及美术教室等处，详细了解学校办学以来师生获得荣誉奖项和课题立项等情况，并与现场师生进行亲切交谈。他指出，教师是崇高的职业，大家要充满爱心，用心用情教书育人，学生们要珍惜大学生活，学好知识，学业有成。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曾凤宝围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进行宣讲。他强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科学谋划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要深刻领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进一步深化认识，开拓思维，共同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实更好，推动党中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开花结果。曾凤宝表示，省委省政府对汕头的发展高度重视，在政策、平台、项目、资金等要素保障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当前汕头发展势头良好，在高铁、港口、城际铁路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三新两特一大产业集群蓬勃发展，特别是海上风电、纺织服装、玩具创意等产业发展迅速，活力迸发。今天汕头发展对教育的需要，对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学校要进一步扛起新时代的教育担当，不断提升办学质量和水平，希望教师们在教学中讲好汕头故事，让学生们更了解汕头，对汕头未来发展更充满信心，积极投身到汕头经济社会发展建设大军中来。曾凤宝强调，学校师生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的重要论述，把自己锻造成教书育人的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崇尚师德，做有情怀、重才能、献爱心的人，努力为社会培养更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市领导王雪竹参加活动。9月4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8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向天宝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于9月13号举行，会期一天。会议建议议程为：传达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审议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审议人事任免事项，审议汕头经济特区潮汕传统民居保护条例草案修改二稿，审议汕头市立法条例修正案草案修改稿，审议汕头经济特区征地管理条例草案，审议汕头经济特区建筑垃圾管理条例草案，审议汕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的决定草案，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汕头市2023年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审查和批准汕头市2023年本级决算，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汕头市2023年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汕头市2024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汕头市2024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汕头市2024年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审查和批准汕头市2024年本级预算调整方案，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汕头经济特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汕头经济特区城市绿化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汕头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我市法律援助工作情况的报告，其他。会议还听取了其他事项，常委会主任会议组成人员李绿岸、刘辉、马翔、陈伟波、林曼、卢碧辉、黄伟鹏出席会议。9月3号，我市召开大力发展的跨境电商、加快建设工商并举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题协商会暨推进商贸高质量发展重点提案督办会议，就重点提案办理工作进行集中协商和督办。受市委书记温占兵委托，市委副书记赖小卫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邱义辉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陈胜权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跨境电商是推动汕头商贸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工商并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优化发展环境、完善配套政策、强化要素保障等方面推出更多有力举措，推动跨境电商发展更加精准、更有特色，实现更大规模、更大效益。要建设高水平跨境电商平台，加快建设跨境电商产业园区，用好汕头国际会展中心等载体，培育引进高能级跨境电商主体，支持纺织服装、玩具创意等传统优势产业，积极探索跨境电商新业态、新模式。要推动贸易与产业互促双强，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贸易链，鼓励跨境电商融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三新两特一大产业制造流通环节，持续发力做强品质、做优品牌。要打造链达全球贸易网络，组织企业踊跃参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经济区等地重大展会活动，大力发展丝路电商，积极开拓东南亚市场，让更多优质善货漂洋过海。会上，市政协调研组、市政协委员、提案人代表分别做了发言，提案办理单位汇报提案办理情况，并就有关问题作出回应。来关注台风信息。今年第11号台风摩羯已于今天下午2点加强为强台风。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未来3天，我市将有一次降水过程。目前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来看记者下午从市气象台发回的报道。摩羯是今年第一个秋台风。秋台风在气象学上指9月到11月生成的台风，具有路径偏南、威力较强等特点。下午4点，摩羯中心位于汕头偏南方约48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摩羯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到超强台风级。有可能于6号在海南万宁到广东阳江、阳西一带沿海地区登陆。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预计5到7号我市有一次中到大雨的降水过程。沿海地区和南澳岛最大风力可达5到6级，阵风7到8级。汕头附近海面6到7级，阵风8到9级。6日早晨起风力将逐渐减弱。另外，汕头附近海面、南海东部海面风力较大，过往船只、海上作业、海岛和滨海旅游需注意安全，市民需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在守护明眸的道路上，汕头国际眼科中心常务副院长张明志教授40余载如一日奋战于临床医疗、教学、科研、科普的一线，帮助无数眼病患者重拾光明，以科普教育点亮希望之灯。日前，科技部、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正式公布2023年度全国科普先进工作集体和先进工作者名单，张明志教授荣获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用老百姓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方式，科普工作才能更加接地气。
张明志在从医过程中目睹许多老年人或偏远乡村的患者因为科学知识的缺乏而错失治疗时机，导致失明。2011年起，张明志组织团队开展全民亮眼大型眼健康科普志愿服务项目，先后在汕头市2200多个社区单位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超过21万居民普及眼健康知识，并完成眼健康建档，累计开展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5800多例。汕头国际眼科中心还自主研发建立近视防控智能化大数据采集及监测管理平台，累计完成中小学生近视监测与干预270多万人次。让我们就是比较深刻的这个认识到，就是对于疾病的防治，科学普及应该先行的，所以我们就构建了全生命周期的眼保健系统。那在整个这个系统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科学知识的普及。科普工作除了面向老百姓，还要面向专业技术人员。过去11年中，张明志带队先后43次奔赴西藏、四川等5省涉藏地区，培养了一大批能独立开展眼科手术的藏族医生，还搭建起远程会诊和培训的网络平台，累计培训全国基层医生4300多人次，其中可独立手术基层医生近800名，独立完成手术量超41万例，为各地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眼科医疗团队。我们对于专业技术这一方面的科学普及，我们更侧重了一个以授人以渔的理念。那我们就是应该要把技术根植于当地，而让那个当地的呢掌握的这个这些这个医务人员掌握这个技术来服务于患者，而他们呢又肩负起了一个对民众教育和科普的责任，这样的就有了一个传承。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9周年纪念日，为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9月2号到3号由市委宣传部、市全民国防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的凝聚爱国情、同筑国防心国防胶片电影展映活动连续2晚在石炮台公园举行。这是我市传承抗战精神、砥砺奋进力量、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9周年主题活动之一。活动免费播放《我的母亲赵一曼》等影片，吸引许多市民游客观看。革命烈士以生命捍卫中华民族的精神让观众深受感动，大家表示要更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把爱国主义精神存之于心，见之于行。看到以后感受革命先烈很不容易，我们下来要珍惜现在的生活。近日，由龙虎区多部门主办的第8届炫彩之声音乐院校在读超级大学生研究生音乐会在11河村艺术广场举行。音乐会以奏响青春旋律，助力百千万工程为主题。来自星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等院校的超级学子表演了歌曲演唱、器乐演奏等节目。自2016年以来，炫彩之声音乐会已举办7届，有近200名潮汕音乐学子回乡参演，通过网络直播收获近50万观众，成为龙虎区爱乐市民音乐会品牌的精品项目。2021年被评为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优秀案例。这个活动它为我提供了一次非常宝贵的这个舞台经验，更重要的是，我也希望为这个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尽到自己的一份力，鼓励引导大学生将民族音乐、潮汕文化等元素融到了作品中，奏响青春的旋律，助力百千万工程建设。9月3号，朝阳区古饶镇申阳村开展村庄清洁千人大行动，当地干部群众及学校师生对村主祠干道、房前屋后、公共场所的卫生死角进行清理，美化乡村人居环境。申阳村是首批百千万工程省级典型村，从今年8月底开始，当地开展为期12天的人居环境整治攻坚行动，改善村容村貌。呼吁广大群众
要爱护我们的家园，不乱扔垃圾杂物，自觉清理家门口的环境卫生。今天的汕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汕头新闻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各位观众，再会。